进城的感觉。啊，这个汤泉看起来很有。咱今晚就这儿吧，小马，有没有自助餐？跟他搓一顿，再搓个做个奶浴。哎，管乐，像你们那，你们小时候洗澡会搓澡吗？没有搓哎，就小的时候只有那种大众澡堂。你们会去大众？这口音不要被他带偏。对，这不是大众。上大学的时候搓过，因为上大学我是在大连上的学嘛，第一次搓给我吓着了，我天哪，这啥呀？他们管那个叫灰，然后我们东北叫村，实际上就是皮。我们小的时候都是每周日大澡堂晚上去洗，就是周一早上上学单间的，对，然后洗一下得搓一下，不搓澡不叫洗，感觉洗不干净，往下搓搓的后背通红，然后再做个奶浴。这个我必须得去趟家，东北这个服务好啊，是感受一下。哪天非得让月哥给人踩个背，哥，待会儿你给我踩个背呗。对，你放心，准死，给定地上。